好，哎，风尘仆仆的，我们现在要去采访的，大家猜一猜是谁？可以看一看我前面，哇，大家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可以采吗？他刚刚来，太热情了，我试一试。您好，我是央视新闻的主持人。那个您好，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个配合您衣服颜色的一个小纸飞机，哦、是代表青春。您能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说一句关于青春鼓励的话吗？就一句就可以。哎，小心小心，看哪个镜头啊？看这个镜头就可以。哦、OK， 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个，我觉得最好的青春呢，就是脚踏实地，不负当下，加油。好，谢谢您，快去忙吧。耶、yeah. 其实他在行程上是没有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的，但是因为他人真的非常 nice， 所以他还是给我们留言了，非常的开心，也希望他今天能够在台上给我们展现出来如同他衣服颜色一样特别热情洋溢红火的一个表演。期待他。